屏东九如三山国王庙大年初二好热闹，王爷公王爷奶奶坐镇在庙城前，而注意看看他们的装饰，蓝色的千元钞，红色的百元钞，现金钞票花一朵朵的串了起来，簇拥着神尊。钞票花相当的醒目，几乎要把神尊给淹没。屏东县长周春米到场的时候也忍不住惊叹，看了好几眼。结三代就是把千元跟百元钞票结成圆形，有一个圆满的意义及意思，然后奉献给王爷公及王爷奶奶。邀集村民用红线串上了钞票，现场是喜气洋洋。实际上过去的记录，每年的大年初二王爷奶奶都会回娘家，从九如到麟洛，场面相当盛大。九如的三山国王庙历史悠久，翁亚奈的娘家就在隔壁乡，年年隆重的迎接翁亚奈。但是在2023年信徒大会决定，每年一次的盛会改三年一颗，翁亚奈下次回娘家是2026年。麟洛那边哦，就改讲哦，三年一颗，就三年一次啦。啊，说拜今年就无等于后头厝麟洛，请咱翁亚公、翁亚奈哦，来伫庙前遮，和大家打祝寿。翁亚奈不回娘家，但是神尊移驾到了庙城。大年初二早上6点，千人帮忙结山袋、挂钞票花，也堪称是百年来头一遭的体验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朱雨荣，屏东报道。